真正的奥运冠军。你不给我加油，一会儿我给你们抽红牌。同时进行啊？对啊。不是，那我不能跟萌姐在一块儿，我不死了吗，哥们儿？我不能跟专业的人比啊！佑维哥加油，拿出喜人精神！张佑维，看你情商的时候了啊！不是，我能退赛不能？我天哪！我天，这比射箭那个紧张多了。这个志良，志良，命可以不要啊！凭什么？但是一定要赢啊！好，各就位，预备，三、二、啊！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啊，这啥呀？这是抓了板面？干什么了？换一个，换一个！回去拿面糊二，拿面糊二，黄黄加油！板面干什么了？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回去拿面糊二，拿面糊二，黄黄加油，黄黄加油，再换，太弱了，再换这个，快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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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出来打出来，对对对。昆明头，现在是高超高越，对，一把好弓箭。天哪！昆明头，现在是高超高越，对，一把好弓箭。撕开，撕开！哎呀，天哪！哎，命团呢？给我扔那儿了！哎，让你们知道知道绝命双子星，你滚！犯规啊！犯规啊！裁判呢？我没有哨。你看，高超高越予一次黄牌警告。黄牌啊！没事儿没事儿。对对，就以他俩现在这状况，黄牌都没能怎么着。不是，我撕膜，你撕下面，你撕下面。不是不是，你俩撕都撕不开吗？手忙脚乱，直接撕一半。不是，你们别把塑料给煮了，里面有塑料。哎呀，一会儿让他们弄吧。着急了，左加速，走，稳扎稳打。又了。严老师在干什么？稳扎稳打就有了。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可以捡起来。走，追上来了，追上来了。机会啊，美籍还是有点手法的，可以 OK。 他重新转没事，不着急，他重新转。加油美籍，美籍加油。拿去美籍为啥这么晃呼啦圈啊？
美琪的形象啊，全毁在这盘了。拿着美琪。哎呦，美琪是怎么这样卡住的？为啥呀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我给你扶着，给你扶着。飞机，拿着飞机。啊！天，我都感觉疼。行了，行了，加油，老师加油，加油。其实他们会破损，没事儿。我的天，加油，梦姐。梦姐，冲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，王梦老师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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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哟！哎呀！哇！哎呦！哎呀！哎！哎，不要炫技呀、啊！我天哪，这效果也太足了！我的天，人是跳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计时器，计时器，计时器！哎呦，哎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！这什么全掉了？一跳、啊！你要是不那么耍帅，其实是可以不掉。人家都是迈过去，你非要飞跃，那这还是好笑第一，还是好笑第一。我这一炮太难了。你说你刚才，不知道你在干啥，根本转不起来。你试试。嗨，受害！这种子怎么能懂吗？你看，啊！哎，我看，你看，美杰，美杰。你看看，哎哎，转这么好，哎呦啊！你早说你会呀、啊！谁会转呼啦圈啊？谁会转呼啦圈啊？我会呼啦圈。那早就拍你输了。好，已经熟了。熟了。出锅吧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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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着还行吧？看着这舞没问题，都没问题。没步没步。好，上湖南市就是贵队。贵队啊，贵队，贵队六分二十五，再加一黄牌。为啥会有黄牌？因为我刚刚把他面扔了。高超高越予以一次黄牌警告。我们应该非常公平的来对待这场比赛。裁判长要决定这个比赛啊，所以就黄牌就不算了呗。不算，我觉得这黄牌没有什么任何意义啊。那黄牌不算啊。你要这么说，导致扔远点了。哎呦，就这么就轻率的取消了我的决定，你知道吗？那咱们怎么改这五分四十三和六分二十五呢？哎，这样吧，这两个队的这个成绩的结果，我们再加一个项目，好吧？就有能不能有一个人单独从那儿摇着呼啦圈走过去？如果没掉，就改变分数，怎么样？行行，不行，太公平了，不行，黑上黑上黑上。好，够不够？鉴于裁判长隐晦的说出了他的顾虑。裁判长的意思呢，就是追加一个呼啦圈比赛。对，呼啦圈，来，我看，世间多不公，一切因雷霆啊！好笑第一啊，真是奇妙，这个夜晚，哗哗，今天真是荒谬的一天呢。二，啊，来了。没了，这儿这儿，没了吗？雪松，雪松，飘了，飘了，飘了，念旧了，雷子，
能跳